你在搞一个纪录片吗？真名儿小鱼，真名小小鱼，真名小鱼儿，真的。小鱼儿，交个朋友如何？交朋友？你不是想要跟我借钱吧？不是，那我跟你借钱，你借不借啊？我想买一个 AirPods， 我想买一个新的苹果笔记本电脑。我想心甘情愿地堕入消费主义陷阱，或者完全消失。我想找头光。我想听一点电子音乐。我想拥有一个分身，或者多几个也可以。我在找光呢。我操！看他半年的胸肌干嘛？我没怎么，我想买点好喝的，啥都没有。这是谁放的？他放的，别丢了。看着点啊，一会儿人给你踩了。要去哪儿？
是因为今天的音乐风格的原因吗？感觉大家都很开心，尤其是看到一个朝鲜干部，神了，真的，真的。你要看那个视频，一定会觉得那个人是一个来自朝鲜的干部，刚开完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，太累了。说是非常开心的一天，唯有一点遗憾的就是在里面我看到了我关注的很长时间的博主，但我突然想不起来他是叫什么名字，然后也没有过去打招呼，这算一个遗憾吧。他看不到吧，可能如果看到的话就在这里补一个招呼吧。今天周五了。